哎，我嗓子，我现在都不讲话了，我嗓子好痛啊，难受。丑呢？对付看吧，我一会儿我就跟你们聊聊天，然后我一会儿就下了，一会儿我要打游戏了，呵呵，一会儿我要开始 PK 了，好热闹啊，挺多人的还。什么游戏下完了？你还要吃啊？看看啊，不吃还不能看吗？我给你们看看吃的吧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你们有什么想吃的，我替你们吃一吃吧。对着呢。你想吃什么？生蚝。没有我爱吃的，什么玩意儿呢？海鲜粥，你要吃吗？你不吃，你进来干啥？